毕业吧？没有啊，开玩笑的。可以可以。对啊，你这个前面哦，攻击力高的关卡，猎人会很压力很大，猎人会压力很大。然后每回合你看哦，所以每回合你都要补一万一。所以不能断心珠哦，你这边只要断，你下一回合先攻就死掉了。我觉得他没有到，我觉得猎人现在可能没有到一线哦。1.5线应该可以有了，一线是这种像秦始皇啊那些什么的，或者是梅姐啊这种幽助啊，木珠是新珠嘛，对不对？木珠是新珠，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可能就是先开个这个，哦，然后变身，然后开个这边要开什么？我想一下。边要开奇亚变身吗？看好了，各位，新珠要叠。过去。这个地方很简单哈，只要把你的这个打开，然后他无视减伤嘛，别惊别惊，念给他开下去，他还是有猎人，还是有这个强势的点的，就是念，念能力还是很 OP 的。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一波带走啊，你看这是鬼伤害，小杰开爽的，对，我就是开爽的，怎么样？敲到那个按住了，做一件你也会开心的事情，玩玩游戏聊天打屁，快订阅下去，给你最爱的小旭。谢谢那个 Big House， 记得啊，昨天有来抖内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多抖，我就会记得了，好不好？红颜爆裂刃，
OK， 这个第二关好，我想一下哦。第二关要怎么打呢？我们看一下情况，应该是开这个。绝对时间，好，绝对时间，把这个木珠变回来哈。来喽，各位观众，这样应该没问题吧？加一个龙科，OK， 没强化珠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过啦，没关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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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